来来来，你看你没有朋友，他这么攻击我。不是不是，这个人打野球很厉害耶，杀球又非常深耶，一看就知道是高手了。他的 racket 放在地上，我们去看这个高手用什么球拍。这个像 Batten 的人进去了，我们也进去看他耍什么 Batten。灯多过白冰灯哦，真的。我们要一模一样，他欧的什么，我们就要什么。可以。Yes. 他有几白灯，我们也要几白灯。Later。澳门猪扒包。这一个是外面是菠萝包，里面是猪扒，白灯叫我喂。Egg Benedict。麻辣土豆。麻辣西兰花。避风塘鸡丁。辣椒 pasta。Pasta 怎样辣椒？辣椒米是香港的元素，我们用 Pasta 来呈现。Go better 呢？它就是用咖喱来做的，而且这是 Pasta 的。普通辣椒米是用猪皮，这个是用鱼片。嗯。知道就是咖喱的香味，咬到口感是 Pasta 的口感。对啊，是 fusion， 所以 Go better 呢？哇！哦，整排就有在上面了，这个透视如何下口啊？嗯，味道很丰富，就有来脆皮的。最重要的是中间有刷粉的味道，透视吃得懂啊。这个搭配是第一次吃。Orange 鸡排泡饭，你们连鸡排都可以做成 Orange 啊？哇，看它切下面就是成的鸡排。嗯，在吃 cheese 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吃到那个橙的香甜，这个搭配很不错。这是澳门猪扒包，它不是普通猪扒包，它用菠萝包。然后猪扒几大嚿啊？这个 mustard mayo 酱好料，来蘸。啊！然后菠萝包脆脆的嘞，它猪肉是已经切一片一片了，而且它的猪肉不硬硬的，比较好咬。这个是用菠萝包来做的 egg benedict。这个也是很特别，那里面是哇哦，有两粒美美的温泉蛋。今天我想弄破你的两粒蛋。哎，不、哦，人家咬的时候咬到上面这个脆脆的，蛮有口感的。其实是用刀叉吃的，是，但是我觉得用手是最好吃的，完美。然后这个北凤桶很特别，通常是我看到的是用潮海来做这个北凤桶，但是这个用鸡丁，我还真的是没有看过。你再讲多一次。这北凤桶就是那个碎碎的东西，很香，很好吃。它的麻辣也很特别，不会很辣，但是就是有那个麻辣的香味。它是吃到一层那个，你像那个麻辣粉在上面很香，可是又不会很辣。我就重复了你讲的话。哇，想不到刚才那个 Batten 人，他 order 了这样的东西，果然多多 Batten 啊，还 order 了这个 Besto 法兰西小弟弟，那是冷吗？咖喱鱼蛋、卤肉饭、XO 的萝卜糕，一个猪排炒饭啊。它的炒饭是蛮特别的，这个外面围着的是炸过了的菜心。来来来，你看你没有朋友。他这么攻击我？看起来你没有朋友。我是我。虽然是事实啊。你没大没小啊你。就是没大没小啊。想没大没小啊。最后还咬到那个草莓的果粒，那整个就很 refreshing， 还有那个油猪的香味。这杯水啊，像你啊，没大没小啊。啊 ，sorry， 讲错了，你是没小啊，没大不关你事。这是刚才那个白蛋多多的人 order 的，这叫离不开你。